天真阳之气，获九幽之地，施天一之法，疗治亡灵，复原全形，运水火池，交炼超拔，苦爽穷魂，使幽冥皆得出离黑暗，超生天界，永脱沉沦，脱离幽冥暗黑之苦。本坛敦聘嵩山慈惠堂道金团马丽玲道长主法。嵩山慈惠堂道金团成立于民国83年，民国89年赵道长引荐其徒马丽玲道长担任指导老师。20多年以来，由本堂开枝散叶的金团遍布于世界各地，美国、中国、马来西亚、澳门、菲律宾及国内各地皆有嵩山慈惠堂的分支道团。道教的经典科仪除了动态步履，更融合了优美的金韵乐章，借由法师禅法、布纲、掐诀，由此传扬道教义理，搭起人鬼神三界桥梁，促使法语缤纷，所祈如愿。这一次呢，在我们的黄鹿渡人坛以及救苦坛，它同样它是针对了我们所超荐的众生所设。这一次我们所引渡的众生，除了我们台湾本岛的天灾地变罹难的亡魂，还有个性的祖先，还有善性的冤亲债主，以及英灵跟三军将士，还有我们本堂这一些先贤羽化的这一些香魂，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们有超度啊、善信他们各宅的地基主，还有就是我们的四生六畜鱼虾水族这一些畜生道的众生。堂主的慈悲，堂主说每一个生灵它都是性命，一直以来慈惠堂也都是以素食为主。堂主常常讲说，每天我们吃进肚子里面的众生有多少，他跟我们结了有多少的怨气，他希望借由的超度也能够让每一个人产生那一份的慈悲心来做。那么咱渡人团讲来，顾名思义啊，咱渡人团就是专在渡魂的这方面吼啊。那么咱是用科仪哦，这渡人团较特殊，拢用这个科仪来这渡吼。啊，上重要的特色呢，咱是水火连渡哦，水火连渡比一般这个咱讲做岩口啦吼，吼，或者是讲做岩口，啊，咱多的就是讲铁管上做吼。那么这个水火连渡特色就讲，专门在渡这个残灵啊，包括这个空难的啦吼，啊，有是讲迄落火灵机的崩去落来，即落魂散灵拢散去啊，哦，这就是来渡这个残灵的吼，都是用纯香的，吼，纯香的。这个就是讲，这个若无真清啊，正经很难度啊。啊，所以讲这個，所以讲咱上山做会堂啊，哦，做这个清酒啊，有这个哦，爱持斋啦，吼，持斋吼。那么当然这有伊的作用啊，呢吼。嵩山慈惠堂请我来这里担任启教师，已刚好年现在有22年，因为。今年所有建造啊，三次建教，我都有参与。大罗天地清教，从去年就开始计划了。还我并不满，最满的是我这个马老师，他是我的学生，他整个参与啊，就工作整整一年，而且每一次开会，我们经常开会，计划、筹备。也还有找这个请专家，还有找那个资料，是不是？所以他比较忙，还好有他，所以我就轻松的多了。希望这一次啊，
秦教做得很圆满。台湾文化信仰祈福坛，主神供奉瑶池金母、天上圣母、关圣帝君、济公师傅、中坛元帅，祭台湾文化信仰1200圣位。俗话说，生根发叶，在台湾这一片土地上，因为多元文化信仰，丰富了本土宗教的内容，延伸出具有特色的台湾道教信仰与传统信仰文化。如此，在台湾各地的风俗环境与文化发展融合之后，便产生了在地的神明信仰。今天嵩山慈惠堂祈见大罗天地清教，秉持着感恩天地祈佑台湾的至诚心意，特设台湾文化信仰祈福坛，将台湾各地所尊奉的主祀神及其公坛所属公奉来临法会，以其共襄盛举建教大典，护佑台湾。道教它本身就是一个多神教，它融合了各地的民间信仰，所以在这一次的法坛当中，有另外特别设立了一个台湾文化信仰祈福坛。在法师行科的时候，他们不会去礼请到我们一些地方的神祇来正坛，可是在百姓的心目中，跟他们最亲的最亲密的其实是台湾的，比如讲天上圣母的信仰，或者王爷的信仰，还有我们林家的百年的老树的这一些大树公，还有千年的石头的这一些石头公等等的，这一些属于各地方的信仰，它都应当是能够列入我们在台湾举行的这一颗教。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特别又在做了台湾文化信仰的祈福坛，里面所列举的是我们台湾各地各地方各个的乡间所有的的1200位的圣位。教坛起修祈安执福法坛，教坛主法端聘国内外各大寺庙公关金团，相赞演扬列圣诸经庙典，以其神功见威灵，阁进增福庆，家户迎祥瑞，内外安康，吉福迎祥，吉星高照，万事如意。建教坛祈安执福道场由本道金团开枝散叶，支各海内外道团主法，借由着禅和道经足迹的拓展，凝聚了华人文化底蕴更强大的力量，传导了万民的共同愿力，期许世界大同，民生乐利，百姓安康，百业兴隆。这个干照团的吼，每天吼总有咱的友工诶同好吼同好啊参加咱这个照团，包括咱的祈福团甲这个干照团，总是咱友工来赞助。每天有一间公庙的经生啊，来遮甲咱赞经吼。啊，因为今仔日就是讲真拄好，今日都遮变七团都无来，啊，阮一路幸运啊。来去参这个祈福团吼，这是阮的荣幸吼。啊，当然祈福就是讲替恁大家老百姓，大家祈求家庭美满、身体健康、福寿绵长吼。建教坛
这一次我们慈惠堂的大罗天地清教已经有从各地方的地方信仰庙宇请来了很多很多的神明来建教，那还有一些是善信的，甚至于各公堂的人，他们都请了他们的家里供奉的神明来到慈惠堂这里。所以呢，在建教坛里面，我们也希望借由着这七天法事的课诵，能够为每一个地方甚至于每一个百姓，都希望借由着这七天法事的进行，让他们的神请回去之后，能够更加的香火鼎盛，能够更加的灵验，可以去庇佑到每一个家庭。我们是来自广东一心宫的，这趟来参加我们这个嵩山慈惠堂，这么盛，这么庄严盛大的那个盛事，我们广东也派了二十几个人过来，一起来，共同来，这个共襄盛举。我们一共的师兄师姐从有些是从香港、深圳、中山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法会。我们在这七天的时间内呢，我们玉兴宫有参与到这个建教坛的这一个一天的法会，也参与了渡人坛里面的这个法会，也参与了这个庆城坛里面的这个法会，让我们学习到说这个殊胜很庄严，又可以借由修行，又可以来学习，又可以来奉献，也很感恩这个嵩山慈惠堂的堂主有这么发心，可以让全世界各国有来自大陆武当山、江西的赵格山，那当然我们香港这个道联会，还有等等很多的单位，有一共十二个道坛一起来共襄盛举，来圆满这一次300年才有一次的盛会。我们一共有13位来参加这个大罗天地清教，这次5天我们参与的就是在救苦坛那边，就是跟随马老师，就是我们菲律宾很多人民呢、都是那么苦，就这次跟母娘接了这缘，就一意在求，希望母娘能够保佑，不但保佑我们台湾，也希望就是能够保佑我们菲律宾国土，这个跟全世界的所有的需要母娘的爱，就是真的很感恩，有这次的法会，真的很感恩。嵩山慈惠堂母娘懿旨，起建嵩山慈惠堂大罗天地清教，秉持虔诚感恩天地，择吉万物苍生的诚意，祈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运昌隆，民生乐利，社会康宁，世界和平。诸位等一来做一个好事的时阵，拢祈求这些人，啊，是讲不管是落山落海的人，拢会当顺利赚钱。囡仔大细唔通去做歹，也唔通去食歹吼。咱今仔日伫个拜拜，也是社会祖先，咱所求的拢是希望，你的事事唔好做歹，是大人会当平安。啊，是咱所有来帮忙，这个罗天大舅啊，上经礼堂，路弯路来，这么多啊，今仔日上山做。